好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要开场白吗？嘿哟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队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玩这款叫做 Don't Stop, 别挨饿或者是饥荒的游戏。对耶、yeah。那么就为什么我玩好多次了、哦、对啊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其实我好多角色都没有，你就知道我是新手了。这边应该不用调，不用调，走吧。牛，比较比较，嘎。噔，他好吵、哦，每次都还是觉得他很吵。那我们就开始拆东西吧。好多花花，好多花花，这里是沼泽地带吧？那边是沙漠的，有兔子。嗯，先采一些有的没的。但是我到现在没看到石头欸，小石头没有。都没小石头，哪有人这样的。当。还真是都没小石头欸。哦，有猪猪，二师兄啊，你好二师兄。你一个人住啊，有点可怜欸，还一个人住在这里。但是还是没有看到，我觉得兔子的叫声到现在还是一样很诡异欸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你看，呀呀呀呀啦啦啦啦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骨头，软骨。当，抱歉啦，我只是在拿掉东西而已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哦，可以做了，感恩，叮当。哎，砍树时间，当。哦，火鸡啊，你好。叫我抓不到你，不想理你。咕噜啦啦啦啦！当我需要小石头的时候，那会打怪吗？看情况，他们来打我，我一定会打回去。哎呀，好久没有玩这款游戏了，几久啦、啊？应该有一年了。那时候就玩一下，就没玩了，因为太卡。哎，啊，你砍树砍好，来一点。啊，有了。看一下哦，需要石头。我现在问题是我找不到石头。呀呀呀呀呀！好吵。我需要石头。
啊，要晚上了，不是吧？好快哦！我什么都还没做，等我一下。先做着这个石头。坐在这里吗？感觉不是很好。Night train。然后又没有发现到井坑那么多的这游戏，要什么没什么，坑那么多。看一下哦，a safe room infect campfire，我先做这个，坐在一边可以做东西的地方。好恐怖哦！诶，有小池塘哎，这样我们可以钓鱼了，耶！而且还是好多小池塘。啦啦啦啦！呀，这里是绕圈哦。哎，还真的哎，没有路的感觉。对啊，绕圈哎，这里。我们住这里好了啦，有小池塘。有沼泽，还有虫洞。好啦，就这里好了。先分一个。好，先过完今天再说。当然了。然后把附近的东西都拆拆掉。我记得是可以拿来煮了，耶！吃饱饱，吃饱饱。哎，这可以拿来煮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再加一点。好啦，可以了。Yummy yummy。好，等吧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这么，好多好奇怪的东西哦，看不懂。这个我们要做一个，然后可以去抓那个抓兔子这样。然后其他的我就应该先不需要。哎呦，哟，所以我只能在这里等。有点暗呢，等一下。那也是池塘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不是哎，那个是萤火虫。还是不要跑好了，我们还是乖乖待在这里好了。等吧，小爱说不知道要等多久。看那么大的，哎呦！养好了没啊？哦，第二天了，做工啦，走啦，砍树啦，挖矿啦。准备，准备，准备。然后看一下，我们要走去前面看一下，好了，这边走完了。啊，感觉都没什么东西呀。好烂哦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先会实况多久？我看下时间，3点半开始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会到5点半吧。2个小时，耶！
噔噔噔噔噔。哎，为什么？哪家啊？贝拉。然后我们现在先走到金矿矿。我们要先找到金矿，但是我又不舍得离开这里啊。有兔子的地方多完美啊！我可能看到萝卜了。怎么办？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里好了。带他过去吧。有啦，耶，走吧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有了，耶。呀，不对，我猫先找金矿，我在干嘛？走，一步一步向前走，我要金矿矿，金矿，小石头，那边是复活地，我要活动，噔噔噔噔，耶。天哪，复活地就在这里。这里有什么？金矿矿，我找到你了！来，耶！这就是金矿，看到没有？但是我被绑满了，看他妈的！我们先丢掉你好了。那边有金矿矿，按按哟。呵，差不够了。金矿矿，耶！掉两个爽！来，金矿矿矿矿矿矿矿，没掉金矿，可他妈的，好讨厌哦！再来一个，有。讲过了，应该够了吧？然后我们先找一个地方，先把石头拿上来好了，到石头不要无视掉。然后再找一个地方，我看一下，我可以看到一个水池的地方，这里。不对，那是复活地。水池。这附近没水池吗？真假的，好烂哦，好烂哦，哪有人这样的？没水池这个是海，听说是海。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啦，然后我们先找到水池，哇，水池，哇，钓鱼，好吧，看来是一个残念。真假的，没水池有点惨啊！这边一大堆水池，这边就没有水池，什么鬼东西？那我觉得应该会有的吧？再给我看，好吧，好像真的没有这里呢？好吧，都没有，有点残念。这边又有一个洞，
还真的没有哎、欸，啊，这样，所以我们要找另外一边住下来的话，这边我们可以挖到石头嘛，然后这边也可以拿到东西，像我们坐在这里就好啦。这里是走之翼吗？是吗？走之翼吗？呀，路痴再次展现怎样走路啊！走之翼，这里吗？这里，好，这里，好，我们就是这里，好，就这样决定。其实我觉得猪的应该是住在上面，因为我在下面这边遇到一只这边，然后它这边就有一只，然后我看那个路线的话，大概就是属于在这边，不然的话就在上面的。所以我们住在这边路中央也挺不错的，耶耶耶，放在这里。叮当，然后 science 什么 machine go go 科学机器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东西啦，有没有？是什么 backpack？ 要，背包一定要。叮，I don't do coughing history book， 这个我们做了。然后我们要做这个的话要木板，我记得木板是在这里。对不对？哦，木板这里，叮，呵呵，好可爱哦。然后我们先拿去煮，耶，吃下去，要不然要饿死了。